原来呢个咪叫起雀啊，好似好靓咯，佢个尾系橙橙地，唔系豆虱啦，应该差唔多。识唔识唱歌啊？咁多咪得？见到啊？哇！系啊，个尾好靓噶。哇！佢蜜蜂嚟啦？咩巢嚟噶？系咯？系喎，真系有个窿噶。欢迎收睇《于哥挨高当鲑鱼上街》，我系龟仔。之前屋企出现嘅马蜂窝，而家点样呢？今次个窿移咗嚟呢一度喎。去了左边，间中就有朋友问我哋个马蜂窝移走了未？最后我哋叫物管嚟帮我哋移走了。物管话如果个马蜂窝大到一定嘅程度嘅话，系需要揾消防员嚟到处理嘅。我要喺度 stand by， 随时开咗门俾阿师傅翻入嚟。佢话如果大只就要揾消防员上嚟整。处理嘅时候都要成日及实只蜂几时会翻嚟。好彩物管哥哥三两下就搞掂咗。佢结哇掹咗咯，哥哥大家都要我帮你刮一下，刮一下，好的好的，什么东西啊？俾嘢去刮一刮，俾咩刮？刮就是搞得上面不好嘛，其实。呢个物管做到嘢啊？点解避到嚟呢度咁远啊？你只黄香嚟噶啫，系佢分嚟，通常两分钟就翻嚟一次噶啦，其实都分翻得好密噶嘛。案发现场啊！移走咗啦！那個風竇最後都係最好晾衫啊！我中意可以喺度晾衫啊！幾多日，成個禮拜都唔敢去晾衫。哎呀，死啦！佢揾唔到，真係揾啊！開門啊！揾唔到個竇啊！唔知佢喺度逗留幾耐咧？嚇、啊！佢知喺呢度喎，但係佢唔見咗個竇喎。係啊！好愕然啊！佢個樣好慘啊！係啊，其實好慘喎。佢揸住啲嘢啊，前面好似係啊，我都唔知用乜嘢，佢唔知咩喎。係咯。翻咗嚟几转啊！佢喺度揾翻自己嘅豆啊，喺度空咗好耐都空揾揾唔到啊！睇佢冇停过喺度飞啊，都几阴功。系咯，所以我唔想搞佢咯，本身空咗好耐啦，已经吓空咗几耐啊？佢就认到个位啊，但系咧冇咗，走啦，似走啦，今次可能兜个圈再翻嚟，又翻嚟啊，系咯，不停咁喺度围绕住。佢唔知擔住啲乜嘢嘅前面，死都唔肯走啊！飛遠咗又再飛翻翻嚟喎，佢個手仲係揸住一嚿唔知咩嘅。佢放低咗前面揸住嗰嚿嘢咯喎。加件啱我手。哦，佢嗰嚿泥嚟嘅，原來佢放低咗嚿泥啦，好失落啊！佢應該失落嘅又何止係馬蜂？你睇哥哥幾淒涼，睇嚟哥哥都好唔捨得只馬蜂。The next day。佢今次好似想再起翻个斗咁嘅款喎，喺翻同一个位喺度抡咗喺度好耐喎。第二日一起身，佢已经又开始喺度捉巢啊，慢慢上有迹象，真系辛苦佢啊！点搞呢单嘢？今次加咗啲洗洁精喺个位，等佢睇下会唔会唔再嚟。晚啱真系。日日都喺度搬家都，啲洗衣精都黄蛇水。系咯，有都系有阵味，佢应该唔会再喺度起嘅。P 字隔篱咪2.2咯。P 字隔篱系啊，有时啲支光先就知啦，啲光唔整得啦。哇，好惊啊！我到啦，冇事喎。哦，响咗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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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解会个杆会撞到嘅咧？佢明明写2.2，我哋够高喎。而家出去褪翻出去先，唔好希望后边唔好有车杀入嚟啦！哇，撞咗啦！听到把声喺个顶度，嗨晒！佢硬顶啊，扑街！系咯，硬顶真系俾佢撞喺如果前面入到里面硬顶就大镬咯！嗱、啊，撞到喐晒，打下问下佢先，睇下揈到俾我哋撞到。哦，系咯，我摆支杆上面咁样度就准啦。支杆系直杆，但系呢个写住2.2入去撞晒杆。而家个人打上去问佢点解入唔到去咧？迟早花晒我哋个顶。阿哥哥话要过去度一度支杆。几多啊？
一吧，连美一五，我把他。不小的话就不要进了，正常来说是超过两米二的加底单的，那他都超高了。但是你写的是两米二啊，但是你们这个确实一米一五啊。如果我入咗去撞咗入边个数咧，我而家佢话里面得两米高喎。二啊。咁但系你呢度写住两米二喎。我两米一七啫嘛。对。啊，你下面标错了，你知道？你下面标两米二，人家这个确实一米啊，一米二七，一米二米一七，你这下面是标的两米二，两米二，所以他这个挂伤了，你们要负责的。最后兴中广场都有跟进个事件，车场里面的高度其实是够高，只是限高杆低了，见他都很认真处理，所以我们都没有追究责任。估不到他车回来不够一个月，因为限高的问题都嗨了几次，不过都没有影响我们行兴中夜市的心情。啊，里面很吵啊，这里静一点，这里夜晚黑的沿岸风景啊，江边啊，一路行过去。中山市广电数据科技合作公司总经理范仁业，有请各位领导上台进行揭牌仪式。啊，几紧要，就是这个。行下这个夜市先，这样有些露营台给你坐咯，吃东西的话，在这里都有，漂亮一些。沙岗区那些就简陋啲，呢度靓啲咯啲档。西双版纳嘅，西双版纳，西双版纳啊，唔系泰国噶，不过几似泰国啊，西双版纳哦。兴中广场呢个夜市星期六会比较旺，啲摊档出出入入，有时都唔同，所以每次佢都有啲新意，间中仲会有人表演。这里后面都还有很多，很旺啊，九点啊才开档啊，有些是应该越夜越精彩啊。石地我先买，是啊，来了这个燕和康乃馨啊，特按摩在三楼，都来了几次了，不过真的看师傅，得的师傅就得，不得的师傅就不得。要是选星期四来，是啊，星期四来有几多节啊？八五节啊，星期四七点前入房我要。不过这个是万谷广场啊。一直敏感是吗？啊，是啊，鼻敏感啊，有得录嘢食添嘅，喺厨房都起码五个人做嘢。啊、有龟苓膏啊，有汤啊，粥啊，菜啊，杂菜啊，杂面啊，咁就食特别安源，有一餐嘅简简单单包埋嘅。阿服务员周围问下今日按得舒唔舒服，食嘢 O 唔 OK， 满唔满意喎？呢度哇，仲有个机械人啊，佢会送嗰啲按摩嗰啲热石啊、盐包啊送入房俾你嘅，佢哋间唔中就见佢哋喺度集合 beefing 喎。我哋嘅车翻咗嚟之后，一路都物色紧搵人整露营车，前前后后睇咗四间，朋友介绍咗一间喺佛山，听讲规模嚟讲喺佛山系最大。我哋喺个元起房车啊，应该摆低嘅车，不过佢叫我礼拜五先摆低，呢两日忙。大家喺度研究点样解决方案，有啲位置因为够电池喺个车里面唔可以立乱改动，所以都要睇下点样避咗个电池去做一啲方案。呢啲全部都系落手落脚嘅师傅嚟嘅。现场见佢哋都好多车喺度整，望嗰啲手工做得都唔错，所以我哋都好快确定咗呢一间，希望我哋唔会中伏啦。
逼唔逼啊？话系咪一齐坐啊？一齐坐一齐试。瘦啲就冇问题，如果肥啲咧，哇！我真系我肥都瘦啦，但你唔系经常坐嘅。两个小朋友。初步落实咗个做嘅方案，不过想换咗张凳咧，张凳未有实物睇，佢可能睇下咁啱有凳翻先至叫我哋过嚟睇。暂时落实咗啦。呢只色都几靓喎。见佢个形喺马路行都几靓仔嘅，见个橙色，头先嗰只系咩色唔记得咗，呢只色都靓，呢只色都靓。戴个镜头喺呢度不得意哦，呢度系，呢度整到咁嘅嗬，呢度又肉酸啲，得咁样好似风嚟啊，入风入风搞嘢，好中意咁你吓，唔系个外形似跑车嘛，北京小米 SU 7啊。下集深圳夜蒲，趁住嘅车起码要剩翻个零两个月，约班朋友去深圳蒲一蒲先。成十个人屋落一间屋度，住唔住得晒啊？我哋呢带超多嘢食喎，又多商业大厦，究竟系边一度嚟噶？知咪就系福田嘅下沙站 KK One， 我哋都系第一次嚟嘅。呢间吧好新喎，饱览成个福田区，终于都人齐啦，正式 Happy Hour。如果想知道我们去了哪里跑，记得订阅我们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